赖昌岛，位于那霸机场南端的小岛，约1.5公里处，是离机场最近的岛屿。战后美军迁移居民，作为弹药库。赖昌岛的西侧是日落公园，是欣赏美丽日落景色的绝佳地点，也因此吸引络绎不绝的旅客及当地居民。近代建桥连接改为观光区，美丽的纯白色建筑搭配上碧海蓝天，让人旁置身于希腊一般。海水非常蓝，清澈见底。我们没办法飞那么远去希腊，就到冲绳的小希腊瞧瞧吧。有冲绳小希腊之称的赖昌岛，纯白建筑配绝美海景，满满一国风情美翻天，还有许多特色小店可以探索，也是赏飞机绝佳地点。宛如地中海度假胜地般的白垩岩街景，加上无敌海景与悠闲度假气氛，吸引众多游客前仆后继的到访，让赖昌岛俨然成为了省最受欢迎的新地标。这美丽的风景让我们忘记了旅游巴士所有的人在等我们上车，然而我们却还在一直往前走探望美景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为我订阅和点赞。